首歌，不过是两次失败而已，你至于这么丧吗？这还只是失业，改天要是失恋了，你还不得哭天抢地呀？不对，这何时能脱单都不知道呢。是，面包比爱情重要。好啦，你也别再颓废下去了，明天还有个面试不是吗？看你这胡子拉碴的样子不好看，明明是小鲜肉的年纪，扮大叔也不像那回事儿啊。这样吧，我亲自给你刮胡子好吗？走吧。坐好了，我先给你洗个脸。接着呢，再用一点洗面奶，再清洁一次，
热热的毛巾给你热敷一下，这样可以拉开毛孔，软化胡须。待会儿呢，在剃须的时候就可以刮得更彻底。现在我就打剃须泡沫了。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买了一整套的剃须工具，结果全都闲置，最后还是每天用点剃须刀剃一剃，浪费呀。口红可不一样，不同的妆容。
洗下脸，再找。